大家好，我们是小恶魔篮球队。那我们今天阵容五位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地点是高雄的振兴国中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对手叫做热血篮球队。首先，我们先跟他们说声不好意思，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报名了非常久的时间，但因为这一年，超过一年了，但我们这一年对行程还蛮多的啦，对，那所以排到这边最后一场比赛。今天我们阵容五位的原因是，我们的总编 Michael， 他的小孩明天就要出生，那我们这边先预祝他老婆明天生产可以很顺利，对，可以顺产，然后一切顺利。那另外一位 Brian， 他刚好出国，他去采访，所以对，他去玩，他说他去看 Kobe 的现场的比赛，所以我们本来很期待他要灌篮的，减肥20公斤，我就不想再说他了，超瘦的，对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最后一场比赛， Alan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赛前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哦，这个，很久没有这个开车开这么长途这样的，跑这么远。还感觉到自己还年轻，有一点热情。来到这边很开心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好好打一场球，然后大家开心的球聚一下，就这样。那也是远从台南过来的，没多远，超远的。今天算我最轻松哦，他们等一下打完球还要开回台北跟新竹，那台南到高雄算很近了。那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然后其实我也蛮久没跟小恶魔一起打球，因为大家时间一直瞧不出来。那希望今天不要太生疏，然后能够轻松的打一场好球，然后让大家能够早点收工。简单说，开那么远下来，其实现在体力非常的弱，加上昨天睡了2小时还3个小时吧，等等，上面有五个人吗？尽力，四个班不到，反正就。来了最后一场就尽力，希望可以把胜利带去给 Michael 跟 Brian， 就这样。还没睡醒的 Chris， 超累的。我坐在副驾座，我的会觉得好累啊，超远的。那个椅子太小了，聊天也是会累的。超远的，真的是无敌远。下次应该要坐阿迪亚斯的车，比较大一点。然后坐高铁我接你们就好了。我现在体力应该跟别人一样，剩一格已经。靠腰，再三节，那剩两个半。那个现在觉得你确定我有一个吗？有点有你是两个。那个 Michael 跟 Brian 还在远端遥望着我们，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打一场好球。好 ，OK 好。那既然大家都没力，我们就赶快开始比赛。开始了 ，OK， 加油！加油！最后一场。